为什么银行工会指按揭息率没有上升压力？香港银行工会主席宣慧仪表示，本港市场上的流动性充裕，以现实的港元拆息 HIBOR 水平计，暂时未见最优惠利率 P 或按揭息率有上升压力。由于本港银行体系结余约有3000亿元，相信港息跟随美息的走势会有滞后。